下一届亚运会我35岁了，所以我今天非上场不可。亚运会妙语连珠，新华社，雅加达8月26日电。下一届亚运会我35岁了，所以我今天非上场不可。亚运会妙语连珠，下一届亚运会我35岁了，所以我今天非上场不可。怎么样也要完成比赛，而不是没有打就直接弃权，所以坚持下来了。31岁的中国香港羽毛球老将叶佩妍在雅加达第四次站上亚运赛场，不过最终还是不敌中国选手陈雨菲。我在队里最年轻吗？所以贾指导对我也有着更高的期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，我在比赛中也会用百分百状态去回报他的期待。中国女足前锋王霜在雅加达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大放异彩，完成帽子戏法。王霜表示感谢主教练贾秀全对他的严格要求。这是我们第三次参加亚运会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希望能够用力量、速度与艺术感征服观众和裁判。第三次参加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比赛的姐妹花蒋雯雯、蒋婷婷在训练后如实说。